国家广播公司 Andrew Mitchell，经常问，然后由外交部的同事，请中方记者提问。那么，我们不希望这个个案扩大化、复杂化，那么或者政治化，更不希望跟所谓其他的什么事情把它联系在一起。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。 国防美国国防部今天发表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决定，那么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的军演，我们认为这个决定，是一个非常没有建设性的一个做法。